好，来，各位伙伴，大家好，我们现在讲到第二阶段啊、哦。第二阶段是我们刚才讲的 Google 的东西哦。有些时候，看情况，也就是我很懒得查那细东西的时候，很具观的那种东西的话，可以用 Google。那现在再来示范 PubMed。那 PubMed 是我们生物领域，包括生物、农学、医学、杂七杂八的，跟生物有关的都会在这边哦。那这边是 NIH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这我们讲美国国卫院。啊，这个国务院跟我们竹南苗栗竹南的国务院等级完全不一样。他们做的这种资料库是全世界除了北韩或者古巴那种被封锁的国家不能用之外，几乎全世界在用。那个思维跟气度，我美国做的东西就是给全世界人用。懂我意思吗？那种跟台湾人那种小鼻子小眼睛啊。我因为我对着镜头讲就是思维完全不一样。好 ，OK， 好来，那我们到这边来哈，这边来。其实PubMed的话，它有很多个、啊、我懂得很有限。我先讲哦，你不要说啊，江老师懂得那么少。好，那个，然后另外PubMed， 对不起，它上面有个 NCBI 的话，先进来这边 ，NCBI 进来这边，对不对？上面的上一层是 NCBI， 好，那这边你看一下这边 Assembly， 我不知道 Assembly 有国会有组合的意思，但是在这边是什么我不知道。好，来 Bio Collections， 这个我不知道，我跟你讲我不知道 Books， 哎 Books， 哎这个东西我不知道了哈。Clinic 是一定是 Clinic， 就是临床什么我不知道。好，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不知道，哎，基因，因为我用过这个，我用过这个跟这个，他会 genome， 他会，因为我一个老师啊，他说就念 genome， 为什么台湾人念 genome？ 我怎么知道呢？好 ，genome，OK，、okay, 那它就是整个基因体。那我搜寻过这个，我在博办的时候搜寻过，就是你想知道一些事情的时候，那这个我很差，这个可能问李主任会，他比我强很多这一块。好，那就是要说，举个例子好了。我想知道这个东西它本身在一个基因好了，假设乳糖酵素或者什么 galactosidase 这种东西哦，在哪些细菌有，在人体有，在哪边有的时候可以查这一块。我先讲，我懂得极少的少，少到已经不能再少了啊。那我博班的东西，包括我在这边的时候呢，那时候那个另外一个李老师也帮我做那个筛选出来的菌之后，去把他的 16sRNA 放大完。放大完之后呢，去跑定序，跑完定序，我拿到资料之后，我就复制贴上去找它的 hybrid。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讲 ，hybrid 是混合油电混合车嘛，就是hybridization， 就是 SP 轨道混合，那叫 hybrid。好呢，最常见的是油电混合车哈，它就是去弄完之后呢，它就知道，哎、欸，你这个东西可能是 A 乳酸菌、B 乳酸菌，可以在这边跑，也可以设计 primer。那我不会动，我听过，我没有用过哈，但是我是没有压力，但我有的程度学那个还不难，还不简单吗？好了，这边这什么我不知道，这我不知道，这我不知道 ，identical protein groups 相同的，这什么我也不知道 ，mesh 你们看到 mesh 今天有人问我这个字对不对？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呀，它是缩写，哦、oh. ，OK， 好，这边 NLM 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的 catalog。哎、欸，这个要学 catalog， 就是 catalog， 就是目录 catalog、欸。哎 ，OK， 这是它的医学目录在这边哈。nucleotide 这个学过哈，核苷酸、核酸，哇、哦、，nucleotide、nucleoside 好，就是这些东西。那细节这个我没用过哈。OK， 好，再来 PMC， 哎、欸欸，点进去就知道，它是它的出版中心，然后它里面的论文全部公开。他说：“你只要拿我们 NIH 的预算，你就要公开论文。我管你的期刊是哪一家，妈的一个霸主多霸气呀、啊，对不对？好，那蛋白质的 cluster 也一个群组啊。那这个我没用过，我先讲我没用过。好，来这边 PubChem， 有没有听我讲过 ？PubChem 是 PubMed 的弟弟，他这边的话可以画化学式，然后化学式之后可以找他跟这个化学品相关的所有的细节。”我曾经2-3年前让硕士班的学生去找 PubChem 里面呢，去查一个东西的 LD50， 查完 LD50 之后呢，举个例子
含氟盐，含氟的盐。好，它用什么东西？它用碘化，对不起，氟化钠。我就说你去这边查氟化钠的 LD50， 然后呢，你要吃到多少盐巴之后会死掉一半的人，算出来是不是很多很多公斤就对了，所以不可能嘛。所以这样子，第一个 LD50 观念有了，第二个茶会攀眉了，第三个你知道 LD50 就是碘化钾、碘化钠有毒，碘化氟有毒欸， NF、NAF 有毒欸。啊，但是为什么要加？因为预防蛀牙或减少蛀牙，你可以查台盐含氟盐。OK， 好，好，那它有毒欸，懂我意思吗？就是说你用 LD50，然后死亡是一种，得癌症是另外一种，吃喝甲醇不死的时候会眼睛瞎掉，对不对？他不会得癌症，但是也是造成重伤害，对不对？所以思考模式会不一样哦。好好，这边潘妹就是我们要讲的东西。所以你们看到 NCBI 这一串，它下面有一大堆的资料库，结果阿元都没有用过。哦，没用过就没用过，我跟你讲没用过嘛哈、哦。好，然后这个东西我听说很火，但我真的不懂。我真的不懂 SNP 那些细节很丰盛的，超出我的想象。SR 我不懂，好 ，structure 结构什么结构我也不知道，我也没点进去过。但是以我的聪明才智，点进去可能摸一下，大概就说出个大概来了。好，我不，这个字是什么 ？taxonomy 还是 taxonomy？ 嗯，这叫生物分类树。生物分类树哈，这个是什么？这个我也不知道。Toolkit 有这些东西哈。好来，那这边的话就是说，这边的话从一个一个列出来，对不对？全部都列出来了哈。好，再来那个 All Resources 可以点进去，所以没事就点啊，慢慢认，受不了了再用沉浸式翻译。沉浸式翻译，那沉浸式翻译，因为你们是，就像我昨天讲的哈，现在的世界没有改变的时候，还是用老方法读书。英文就是这样读，你没得选，没得选哈。好来 ，chemicals and bioassays， 化学品跟生物分析，数据与软体 ，DNA，OK，、okay, domains and structure， 什么叫 domain？DNS 的 DNS， 电脑的 DNS， 电脑网址的那个 domain 就是这个字。那这边的话，比较像是我个人觉得哈，比较像是蛋白质里面的区块。蛋白质有 domain 的就是这个好，那为什么？因为那是英语人家定出来的词，我们是翻译人家的，没得选。好，来 structures 应该是蛋白质的结构，基因跟表现，不是 expresso 是 expression。好 ，genetics and medicine，OK，、okay, genome and maps， 然后这什么？这个什么我不知道。文献、蛋白质，然后序列分析、分类树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好 ，OK 咯，那我们现在的话就回到 PubMed 这边来哦。那 PubMed 是什么 ？PubMed 它叫 Public Library of Medicine 是什么这类的东西？我忘记它全名了。Comprises 是 consist of 就是含有、包含的意思哦。Comprises more than 37 million citations for biomedical literature， 所以 literature 不用加 s 哈、哦、，from mainline。Life Science Journals and Online Books， 说他也有书哦，他也有书。所以上次我们是不是查到有一些美国的一些营养的东西，就在这边查得到哈、哦、？Citations may include 4K， 大家用手机在看到昏倒了。来 ，may include links to full text content， 可能从这边过去哈、哦、，from PubMed Central and Publisher website， 也就是说，他 may 就是。可能是，但不是百分之百。可能你这篇文章，我会有这个东西，会从他们的那个 PMC， 就是他们的，我把它称作出版中心啊，我不一定正确哈、啊，或者是那个出版者的那个网页这边。好来，那我们这边有很多技巧哦。举个例子好了，假设我想知道 oil acid value， 哦，那个我不会发音 value， 哦，那个我 value 是台湾腔。Value， 好，来，这是技巧，在标题里面搜寻这个字。那还有摘要 ，abstract。OK， 那这些东西如果你没有那个的话，你先 advanced 进阶搜寻。
今天搜寻 all fields， 所有的 field 很多意思，田野调查也叫 field， 林业叫 field。好，外野手、内野手好像也是这个字哈、哦。OK， 那我们要是 author cooperate， 这个 cooperate 我会翻译成公司的哈、哦。第一作者，这个我不知道 identifier 是什么。Identify 就是指出来，找出鉴别出危害的分析叫 identify identification identifier 是找出人还是什么？我不知道哈。最后一个作者书等等的，那我们需要是 editor 是那个编辑者 ，ISBN 也可以找好。那我们需要是 language title 打个 title 在这边。好，那这边呢再加第二栏。再加第一个在这边对不对？第二栏呢，我希望有 oil 这个字 ，oil 在 option a up 那也不 upstream 哎，对，好 OK 好了，这边 oil 好 OK 就按下去了，按加进去 ，end 好，所以它语法这样子，基本上我们在记这个语法的。我们就直接打下去了。好，来按 search 几篇，26篇。好，没错，这是新的，以前都没这些东西哈。好，来，那有这些东西的话，好，那我们先不要看这个，我们先看旁边这个。好，来这边的话，那个 publication date 出版日期这一串 text availability， 你会拿到什么文字呢？只要摘要就好了吗？还是全文的？免费全文的还是有全文的，哇！你看这么细，对不对？如果你没有时间的时候呢，我希望摘要就好，几篇？26篇哦，26篇，我只要摘要就好了，26一定都有。来，我希望有全免费全文的，打勾，它就会出现。我先不打，行不行？我们先看，把议题集中在这边了、哦，这边，哎，这个字看得懂吗？免费全文可以用，这边就可以看得到了。OK， 好来，免费文章，而且这是 PMC 的 ，PMC 就有可能是拿他们美国的预算，所以收入到里面去。好，来这边免费，哇，太好，就有全文的哦。这边是10篇，总共有26，你就往下走，对不对？还有一个，它可以设定是秀几篇出去。啊，我先不管，我先找一篇免费的出来哈、哦，来这边，假设这个一看就知道是日本名字啊、哦，好，然后这边的话，你看到这个东西，它是 J 就是 Journal 的缩写 ，Olio 是什么？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SCI 就是 Science， 好， 2014年63卷的时候就可以知道2014年一年一卷，通常一年一卷，也就是2014扣掉63就知道他第一次出版期刊的时间点，一年一卷，也就是2013年就是62，一般那个叫 volume V-O-L-U-M-E volume 第几卷，那 volume 也是音量也是体积昨天听老头讲一次，今天再讲一次，对不对？你就知道 OK 好来，然后第63卷第二期，好，然后呢187-91，它有两种， 187 的话呢重复的地方不写，所以它不写 191， 它写91。这叫格式。那不同期刊不同格式。好，然后下次今天有点晚了齁，下次我再跟你讲不同期刊不同格式的时候呢，我当时我到 Cornell 去的时候，我就跟指导教授讲，这边我那时候也其实蛮精明的啊，就说我就用这个期刊的格式来写我的东西。为什么？就是期刊的格式，就是它是这个格式，我尽量用它的这些格式。我再跟你讲，一个它的思考逻辑，从摘要、简介、材料方法、结果、讨论，我每一篇小实验都是这样子做。我再拿记录簿给你们看，你现在程度要比当时拿到我记录簿强更多。我再拿给你看，你会看得懂。我做完了，我。将近20年前就做完了，我已经做完了，所以说变成，但是其他人怎么做我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但是我会错避的讲，我把视野跟格局拉到这个程度之后，
你就有感觉了，哎，以后直接投稿就很快了，对不对？也对，也不对，因为它只是一篇实验，我博士班做了几十个实验，然后拼凑起来变成三篇摘要，结果我老板愧对我，我都交给他了哦。他说你要毕业两篇 SCI 论文，我给他三篇摘，我给他摘草稿叫做 manuscript。草稿这个字有 draft 跟 manuscript 这两个字，通常草稿 draft 就是 draft 也是生啤酒 ，draft draft 啊。但是他们这种草稿跟书比较实用，用 manuscript 这个字，为什么？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比较喜欢 draft 的感觉，草稿嘛，就是哎呀，你们亚洲人太客气了，他们叫 manuscript，还没正式发表以前就叫 manuscript，但草稿对他们是更草的草稿。对，我们叫草稿。对，那后来如果说 manuscript，我会讲说半定稿、草稿、定稿，这样子会比较接近中文的语义啊。好，来，那我们再看这一篇了。这篇的话，我不是人，不要管它。好，来，来这边，假设来看这一篇。好，这边，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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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哎，这。对，看名字就是日本的哈。那 DOI 它就是以后呢，它每一篇文章都有一个身份证字号，那这边就会连过去它的位置。好，你看到它格式是什么呢？Abstract。好，然后呢，Similar Articles，就是它自动帮你筛选类似的文章，因为他们背后有演算法哈。那我问一个问题，这篇是2014对不对？所以呢，它这边有 Similar Articles，叫做有2013，有2018。有2005，所以他在筛选过程没有年龄分别哦。稍后有机会或未来有机会，我再教你怎么看被引用。其实我没有资格教，我不发论文的，我没有资格教这一块。但没办法啊，你们在我手上啊，要听我讲，对不对？好，那就听了哈。哎，布是什么？红牛。或者是 bulletin 布告栏公布 bulletin bulletin 应该是 bulletin 布告栏，这是另外一种公布的一种讯息的那种字，所以它的那个这个字 J 就是 journal agric agriculture 或者 agricultural 农业的food chemistry 啊，就慢慢看熟了就会有那些字。好，而且这些字都有它，你不是说自己想缩写就缩写，它有它自己的缩写的字。好，来，chem，OK，farm，药，pharmaceutical，pharmaceutical，OK，就是有这些东西。好，来，那这边回头了，他说他有全文哦，对不对？全文的时候，full text links 在这边，free。好，那。这边有个小技巧哦，小技巧哦，两只手指 Control F PDF 啊，这张没有用。一般而言的话，你想下载的话，你找不到的时候，你就打 PDF，通常会找得到。你叫我读这篇英文，你杀了我好不好？好，但是啊，这边讲 Full Text，然后我就来 Full Text，Full Text 第空格 TXT。好，OK，有几笔一两笔资料，空错格在这边，在这边。好，J stage 这些是什么？我不太懂，我知道是他很常查到他有一些那个旗杆社在这边哈。好，来，那我们就看他全文哦。好，那现在有些东西是我当年那个年代没有的东西，是我后来当老师学到的啊、哦。这边重不重要？不知道。好，那一样数位笔记，这一串全框，框完之后贴到这边，Ctrl Shift V，不要有格式。好，到这边三十。好，那在这边对不对？它网址有多长？网址有很短，
很短复制贴上。很短的话，我会复制贴上。很长的话，有两个，第一个框起来，第二个。插入，超连结。哎，你们开朗老师有教你们做数位笔记吗？有教超连结吗？没有，什么学校？有没有感受到我讲的东西了？所以你这些东西，包括我自己那天跟你们聊完之后，对不对？我上网查了很多资料，八点的话，查了很多资料，都马上写笔记，就是这样查，复制贴上，复制贴上，然后 OK 的话再加一句笔记。加 GP， 因为 Firefox 要 Chrome 也好，它有历史记录。啊靠，那边很棒哎，三个礼拜前，四个礼拜前忘了。所以我的摸索出来的方法就是说，啊，假设这一块，假设了哈，那个啊套用确定，好 OK， 就这边哈，那个 vocabulary 确定嘛，OK 好，就是说那个这个字很熟，对不对？台湾腔叫 tocopherol， 美国腔叫 tocopherol。生育醇，好，维生素 E 的一个哈的一个的处理或者治疗 ，treatment 也可以治疗，可是那个哈 ，on deterioration， 哎，这字还是真的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个字，但是 edible oil quality 这个字我真的不知道，好像上次看到暴动有看到这个字，啊，对，我查过这个字，但我忘记意思了，我查过但我忘记了，对，那个食用油的品质。OK， 好，这样子的话，要不要就自己再讲哈。好，来拿到这边去。OK， 就这样子喽。好，来，那甚至这是一块做法。我硕士班遇到那单字什么意思？恶化。恶化。OK。我查过，我确定我查过，但我忘记了。第一件事情哦，来这边有一个，哪个是姓，哪个是名？Chen， 你看到 Chen 就是 Chen 是陈啊，陈百台湾百分之一姓 Chen， 对不对？你知道，但是我们对他的这个字 Fumihiko Ogata， 我们没有感觉，我们没有感觉。一般而言，后面那个就是姓，后面那个是姓哈。哎 ，Kawasaki， 哎，对哦，好来这边呢，再来 Affiliations， 哎，很熟对不对 ？Affiliations。所属单位，我自己翻译的，我自己叫所属单位的哈。Expand， exp 念 b 的音，因为在 x 后面哈 ，expand 就扩充开来，按下去它就列下来了。Affiliation， Faculty of Pharmacy， Kim Ki， 京畿吗？京畿，哎，京畿大学，哎 ，OK， 就是这边 faculty 这个字叫做大学教授。而且它是单数， 我一直不能适应这件事情，但是我发现就是我在美国看到网页叫 faculty， 就是应该讲教授成员啊，就是不是 professor 吗？我不知道为什么，而且限于大学教授，高中老师不能用这个字哦。啊，所以有时候我讲话 I'm one of faculty in at Cornell University faculty 在这边，然后好来这整个看完之后呢 affiliation 你们都写过论文了，对不对？即使是这样子这么大张的，但是都写过了啊。好，来，我教一个技巧哈。一在这边，在这边，他可能是重要作者。好，那有些时候呢，像我在博士班的时候就发现说，我做的是纳豆菌，日本人做的非常的多，日本做的非常的多。好，那做的非常多的时候，有些时候 Ogata 这个教授可能会做两三篇、五六篇，就用他的名字回去找他做过所有的东西。要我示范吗？没有人讲带过我，都是我一个人摸出来的。顶多学长教我一下，为什么要教你们呢？我跟我老师讲，你们台大在做教什么东西啊？来这边好，来这边。哎，不是，哎，到旁边去啊，来旁边。搜寻方面最快哈，但是你有意味的这些东西可以用，但是我先跟你讲，你以后不能骂我说，哎，教老师这个都没有教，那个没有教，我哪那么厉害啊？
我还没讲完，光方面就可以讲很久喽。但是网络上也有教学文，也许你们跟我分享哈。好，来，旁边再来啊，拍水分哦。好 ，OK， 这样比较快哈。来这边用 Advanced， 好来，我要作者哦，作者这边，对不起 ，Field， 我要选择 Order， 选这个贴上。这个 Ogata 这个教授，哎，这样就好了，好了，这样就好。来搜寻，就可以知道。哎，哎 ，Ogata 他刚才是 F 对不对？所以他是 Ogata F。那请问哪一个是姓，哪一个是名？卡达瓦基姓 R 还是 R 是他的名？卡达瓦基是姓。好，我看到卡瓦萨基。还有一个亚麻摩托是卖面包的，是吧？啊，是那亚麻扎基，是不是？好，来，我解释一件事情哦。在英文的逻辑世界里面呢，他们会列出来的都是 family name 姓，所以他们的名会用缩写，这叫 initial。以后再跟你讲 initial 怎么写哦。好，来，所以你通常看到的，所以你看到每个都圈圈圈圈圈，然后姓陈，哇，哩，你是这种台湾大姓哦。说 ，Do you believe it? There are 11%in population has the same family name Chen in Taiwan 大陆的话好像是刘啦什么的，对不对？啊，可以，你可以写 Top 10 family name in Japan 就可以搜寻到了。好了，佐藤铃木卡瓦达。 OK， 好嘞，那等一下这个这什么看不懂？那手是强化 of 这个我不知道，这个 teston 什么样的铜，就是 teston 那个 keton 的那种种类，这什么我不知道 ，nano crystal。那这会不会同样都叫 ogata， 但是不同人？有可能哦。好，来这边继续哦，这边继续哦，来这边。这边有104篇呢，没惊死人了。加上 all 有就剩5篇了。好，所以可能叫 Ogata F 的那个人很多。好，那这边呢 ，you fail all your ointment 上次看到这个字在什么地方？小护士面素瑞达姆，现在叫曼秀雷敦的那个软膏叫 ointment 哈。Ointment， 我发错了。Ointment skin wound 伤害治疗啊 ，healing deficit in 什么什么，这个是我不知道。哎，好，那个 edible oil 在这边 ，study on analysis of waste edible oil 废油有这些东西。好，来 effect 就是刚才的那块。好，这边 regeneration of waste edible， 哎 ，effect water 什么什么，像有 oil 对不对？好了，那我回到上一步哦，他的名字叫 F 什么字，对不对？好，那我猜这个人的 F 不是那个 F， 因为他不同领域。好，来看一下，他的 F 是，哎，真的同一个人呢？看是不是同，刚才是哪一个 ？Kimchi University， 对不对？所以一号是这同一个人。Fumihiko 同样的名字对不对 ？Ogata 对不对？第一个他换单位，第二个他 Kinda 好来，这边是2023，他们换单位几率比较小，可能是同名同姓。好来，那回到刚才那个地方哈。回到刚才这个地方，对，这是2014年的文章，他的学校在这里，所以2014跟2023换机换的有这个机会。学校改名。学校改名。哦 ，OK， 那就同一个地方嘛。到了英国。哎，
谢谢。那你们发现一件事情，这些东西都是你要赌才会知道。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他改名啊。你们很好玩哈，哪门课要教？对啊，我查两个字到一样。好，那我再问一件事情哦，大二这些可以这样讲吗？好，那这样讲的时候呢，学生会听吗？完全听不懂，因为你在讲那个干嘛？学阿元翘课去吃饭，所以有些时候，哦，就把它改成英文，也好笑。我陪跟英文的变态很像。我陪孩子看那个，柯南，在柯南里面就有很多那种，那个嫌那种猥琐的坏人。我是想说他那种日文的那种发音的那种巧合那一种，很好玩的。好，来回头回头，来，那我就把刚才的那个 Ogata 教授的声音先关掉了。好，来回头到这边来。好，来，那这边的话我们搜寻这完之后呢，还有一个东西我没有教你们的，好，就是说 Abstract， 只要有 Abstract 就出来了，就是说好，那个叫抽象的叫出来了，就知道意思了啊，就是网页翻译超烂的哈，就是你明明知道那是论文，你还翻译成抽象干嘛？好，好来，有免费全文的，有全文的，但是不一定你要有订购的哈。来这边 ，article attribute， 这 attribute 我一直不太习惯这个字，我不会解释。associated data， OK， 那个相关的，associated professor 叫做副教授。好，来 ，book， 对，不打狗的，不打 book and documents， 它可以有书，对不对？好，来，好，这边 临床试验，我不点，来 ，meta analysis， 这个我不知道 ，meta analysis， 我知道的是那个数位的，我不晓得医学的，这个要看看它 meta 是什么意思。跟主课本没关的啊、哦，好，这我不知道。好，来这边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是不是又回到生物统计的？这我懂得很少，我跟你讲，我懂得很少，那没关系。来 review， 我讲的是这个，还有 systematic review。没好，来再来再一篇，没 OK。那为什么？因为我硕士论文的时候刚好有日本学者写 review， 简单的话它叫做评论。好，那就像上次不是萧大讲吗？有一个诺贝尔得主，他写了很多 review， 写完之后他就是专家了，多励志的游戏，多励志啊！那 review 的话，一个叫做 review， 这样你们写的那些东西就是整理型的文章，比较接近 review。但是整理的东西又不够多，因为目的达成了就好。上次你没有看到我跟周大那一篇哈，他2020年的那个赵千宇那一篇，他整理了一两百篇的文章。我看完这维他命 D 缺乏、维他命 D 跟一些东西的状况，我说那阵我截图一直丢群组啊。哇天啊，这怎么读那些资料跟统合啊？那也有可能那可能读完之后就乱丢了，就可能就乱丢。OK， 来不管了，来那因为我硕士班有遇到 review， 所以我做这个很快，就是他来龙去脉讲的很快，但是不见得最新最正确。好，但是我这个很快就入门了，就他会，也就是说他是这个领域里面，他是纳豆菌生产胞外聚合物的时候呢，他就把纳豆菌来龙去脉讲了一圈，要把这个聚合物讲了一圈，然后把目前日本的研究讲了一圈。这个东西就是 review， 但是你们营养 review 的话，那就一次都是二三十页的里面的 reference 占了六页、七页、八页，就是这样子。好，就这样子。好，来，那
OK， 那我假设了哈，假设是回去了哈，假设 asset value 对不对？我先 search title 里面的话，哎，对不起，我把它拿掉。哎，不行，我这样太来，我这样子来。假设 black tea，black tea 的话有39篇在标题里面。好，来，那这边的话，哎 ，review， 而且它通常排序的话，通常会由最新排到旧。好 ，OK 呢 ，production mechanisms of black tea free polyphenols 多酚类，哎呀，红茶里面多酚类的产生的机制。review 啊，对不起，因为我打勾了，所以 review。那 systematic review，systematic review 跟 review 差在哪里？我老实讲，我不知道。有这些东西。好，那通常能抓到一篇之后呢，像这个2020年，对不对？这个 bull 是什么 bulletin？ 我记得是 bulletin， 我们来看一次。36分钟了，哦，好 ，OK。其实这个还可以很多可以讲，那没关系，我们先讲到这边好。来这边 production OK， 来这边。Affiliations 来这边看来，生物医学科学研究所 Graduate School 叫做研究所 ，Institute 也叫研究所，哪里不一样？我不知道，不要问我，两个都是研究所。好 ，OK， 好来那个 Nagasaki 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不会翻译。好，来有摘要，有这些东西。然后有相似的文章，好来，然后这边呢，好唐奇，难怪好熟啊哈，丢原子弹被丢原子弹那个啦，好来，我离开之前呢，我准备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上次我教周大，但是他们吸收我不知道，但是我现在讲你们一定会吸收哈，这边哪一年？2020，好，那bulletin这个字，等一下我先跑过去啊，先看这个哈。我先查它的全名是什么，那再等一下提醒我，我讲这个 study the by。出来。好来这边。Chemical and Pharmaceutical Bulletin 啊 ，Bulletin 这个字怎么翻译？来查一下学术翻译。来，哎 ，Hello， 哎，还没，我还在录影跟学生解说那个资料库，再给我一点时间好不好？哦，好，那我们去逛商场可以。我等下出发前打个电话给你好不好？有，我找到香肠了，好 ，OK 咯，好来，好了，那个我们家里准备要灌香肠，这次没有用食品添加物，为什么？我故意要比。然后上次我去那个肉摊的时候，他跟我讲用后腿肉啊，为什么？因为他后腿肉比较没有筋膜，没有筋，前腿肉比较多。哦，好啊，这个也下被黑了啊，这下多少的亚硝酸盐？我们没有加这个的。那有加跟没加要风味，所以我自己试。好，那我再讲一个很烧脑的事情哈，假设哈。哎，作业，3%-5%的硝酸盐、亚硝酸盐。老师现在在直接讲作业吗？哎，这是给你的私人作业，那是大一的必考题。红牛过，哎，可是他写 recall， 红的乳牛吗？红的乳牛，
对，亚硝是亚硝酸钠是 5%， 硝酸钾是 3%， 那不超过法规的时候，法规台湾法规是 NO2。对。哎、欸，我在群组里面有点名处理，你来回应，因为这东西是很简单，非常简单，但是业界很实用，但是我不认为业界会算。这种东西我是不好意思哈，我给我三分钟心算就完了。但是我现在要把画一个图出来，画完图你就会知道，两天2400毫克的钠，对到的不是6公克的盐巴，是5800多，你自己算过。交给妹妹自己算啊。好，来这边，哎、欸，布伦什么意思？布告栏。公告、啊。公告布告。对 ，OK， 但是他是在期刊是什么意思，我就不知道，因为很少见到这个字，所以我刚才看一下，哎，这不是那个红牛还是什么牛？好 ，OK， 来，那所以变成你就知道学位什么东西，期刊会用缩写，然后这个东西的是有这个东西 ，OK 了，好 ，OK， 多看多用就会了哈。好，来回来这边，好，来再来是。我们用这 review 的东西，对不对？好了，那这个 review 的东西的话，一般它有这些全文等等，你就查你自己最喜欢的就好了。好，都暂停，我回到另外一个议题哦。那 review 其实以后可以再录，你再提醒我啊。好，我想要知道这一篇文章 production mechanism of active polyphenols 多红茶多酚类的生成机制。翻译习惯了，红茶多酚的生成机制。好，来。每个字都懂，对不对？对啊，能收不回去啊。没关系，等你度过水深火热，还有时间来帮老人家做志工翻译的时候回来。我希望到时候不用当志工，有钱。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讲三次 ，cited by，cite 叫做引用。这篇文章是2020年，对不对？他发表的时候有没有被人家引用？对，那 SCI 这字它叫 SCI， 因为民国八年的时候，天安门广场不是天安门，北京的广场上就会有人讲德先生、赛先生，对 ，SCI 就是指 science， 德就是 democracy。好，那所以德先生的字是它叫 SCI， 当然我承认我是在消遣他们，就是台湾的高等教育被扭曲到很一群不做教育。研究不晓怎么做的人，拿了钱都不会觉得不要脸的。好了，不要再讲了。好来，那这篇文章被谁用？这个引用指数很难懂，谁教我的？陈佑成博士，我的学长，我的贵人。没有老师讲过，他我觉得老师大部分都懂，他们忙到没有时间讲，或者他们混到没有时间讲，我不知道，是我学长跟我讲的。好来，他会有个引用指数，他会有个计算方法。好来，这边。这边 cited by， 也就是说2020年的文章被引用，一定是后面的地方会用到，时间顺序上在后面。什么意思？对，也就是说假设你要的是这一篇文章的时候呢，假设你是研究红茶绿茶，你用研究绿茶也没有关系，乌龙茶也没有关系，但是我想知道这边有没有后续更新的，有人引用它代表它有值得。但引用有两种，引用有两大系统，正面引用跟负面引用。正面引用就是说我是做绿茶的，我做的跟它结果很接近啊，你是做红茶，你做绿茶就是不一样的东西。我们做乌龙的，我发现我跟它结果不一样。好，然后呢就是说我们也是做红茶的，但是我们实验条件跟它很类似，但是结果完全相反，这个东西不能治癌症，这个东西可以跟它相反，这负面引用也是引用都 OK。 好，那这种引用的东西就看这里 cited by， 也就是这篇文章被这一些人，所以你这边不会看到2019年哦，那就看到鬼了。有例外，有例外，就是我发表之前我寄一份给你，我发表差前一年后，一般前一年前两年我寄一份给你，你知道之后你，但是你要引用你引用到后面去啊。所以我们看2024年
这几篇引用它，对不对？好来 ，phenolic compounds and organic acid composition， 这是什么微生物我不知道，或者什么生物我不知道，但是林奈二明法，对不对？什么 L flowers and infusions 应该是浸出液、浸泡液的意思啊、哦。Black tea under 什么什么，所以他引用它。那引用的时候呢，是不是老师讲一句话？你的实验方法要引用别人的，也可以创新，也可以引用，但是创新通常要跟引用的做比对。哎，那不就是你在做的是研究吗 ？POV 值吗？有人昏头了，肚子饿了，对不对？饼干。来，咱们讲，我再休息，让你休息了，好，来。好，这边 OK 了，好。所以它这些东西，没关系，你到时候你再讲，我们就差不多就休息了哈。就是放我一讲我。好，任何问题，那我们就准备休息了。那边那个，你记不记得我、哦、这个录进去啊？肖大他在群组里面讲一句话，他说：“江老师为了算一个硫酸的稀释的浓度，陪我们耗了四个小时在实验室。”我说：“值得啊，你耗完一次，你以后都记得、啊。”记不记得他讲过这个？因为那个晚上真的什么事都没有做，就陪他算而已。他是算完一次，他全部都记得的。不会什么就会跟不会，因为他的程度他要会，所以他现在看什么的一下就会，所以他会回头想我高中在干嘛？不是高中，因为那个环境不对，那个环境不对。好，那后面开始还可以讲很多东西，但是我觉得我起个头之后，也许未来你们会哎，等下 ，affiliation 刚才是什么 ？expand， 对啊，这边是 collapse， 坍塌腐败。锁起来不是吗？对啊，就收回去啊。那 collapse 它就是坍塌，东西倒下来坍塌。啊 ，collapse 也是有腐败的，政府腐败、组织腐败的意思。然后也有那个崩溃，什么原子论的电子崩溃的那一种东西。但是发现不是我们程度不够，是因为我们要跟英文接轨过程中的问题。对啊，对啊。好 ，OK， 那就先休息喽。来，我先停止录影。